这支令人生畏的军队真的是靠残暴和野蛮统一了中国吗？司马迁都没见过的真实史料，睡虎地秦简推翻了史记，揭开了秦朝灭亡的真相。原来陈胜吴广虚构了秦朝法律来煽动起义。史记记载，陈胜吴广带领900多平民到渔阳扶徭役，但是因为暴雨阻断交通，不能如期到达。按照严苛的秦朝法律，所有人都会被斩首，所以他们才揭竿而起。但是在1975年，湖北云梦睡虎地一位秦朝时专门负责法律的基层官员墓中，出土了1155片竹简，上面详细记载了当时真正的法律条文。朝廷征兵，无故迟到3到5天会受斥责，6到10天罚上交一个盾牌，超过10天罚上交一副铠甲，若是遇到下雨下雪等不可抗力，则是不会受到惩罚的。而且啊，大楚兴陈胜王是他俩在鱼肚子里塞上纸条，模仿狐狸叫，营造出来的顺应天命的假象。这种手段也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俩是早有预谋啊。